国际场。今年的事情是这个。92年人教班4年级查学课本用一下。说是要开会哦。是啊，要集合的嘛。另一个学生啊，你的脸和你的手马上跟我走。我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参考这张老照片恢复出来一堂课，来帮助一下方老师解决问题嘛。我记得92年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瓢盆大雨嘞，真的连出卷都是有顶三天，怎么回到92年？这不是太亮了，我们也回不到7、8岁了呀。对呀、啊、92年还没有我呀，我要不要把自己恢复掉？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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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课。二哥啊，你的头怎么变大了？憋的呀。